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汉伦。我是中国歌手苏嘉玉。我是歌手李慧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中黑人伟忠。我是 Winnie K 郭美君。我是林永发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子成，他是我们家的林小花。我是董德豪。我是刘伟强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是我们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刻，我们应该撇开自私，学习自律，然后慢慢增值。在全球疫情蔓延期间，我们一定要做到不群聚，尽量少出门，出门一定要戴口罩，勤洗手，保护好您和您的家人。新冠是非常时期，也就是咱这个新冠病毒，很严重、足严重的、足厉害的传染力、传播力也很厉害哈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拢会当以身作则，保护咱家己，就是对咱出来一个交代，对咱身边的朋友的一个交代哈。目前全世界呢都在武汉疫情的恐慌之中啊，只能在这边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啊，千万不要害怕。我们只要出门的时候戴口罩，回到家的时候呢常洗手，最重要的是呢没事我们就留在家里，不要在公共场合逗留，避免这个群聚上面的一个感染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希望大家可以遵守响应政府的行动管制令，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出门，请待在家。 Please stay at home. Sila duduk di rumah.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待在家里的时间太长了，无所事事。其实呢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跟家人待在一起，增进彼此的感情。在这个非常时期呢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待在家。其实呢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跟家人一起联络感情、共享天伦的一个好时期。如果想念外面的朋友或者是家乡的亲戚呢，我们可以群聊或者是 video call。 这次为了对抗这么严重的新冠病毒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合作，就是留在家里做好自己的本分，这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。戴着口罩呼吸很辛苦，前线的工作人员更加辛苦。在这 coronavirus 的非常时期，我相信你我都非常的害怕。那只要你好好的乖乖的待在家里配合，就是请你大家乖乖不能出去，千万不能出去，乖乖在家里。如果我们必须外出的话呢，我们就记得戴口罩，还有随身携带一瓶免洗的洗手液。如果出门的话记得一定要戴口罩，大家要注意个人的卫生，常常的洗手，多喝水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也呼吁大家一起为我们所有的新冠病毒的病者献上最真诚的祝福，希望他们早日康复。所有们的这些医护同仁你们辛苦啦，有你们真好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，在家里的时候呢，都能够非常安心。生命是非常宝贵的，大家要爱惜珍惜生命。非常感谢前线的医务人员，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警察人员，辛苦你们了。寒冬终将过去，春暖花开的日子总会到来。在此嘉玉祝愿所有的朋友平安健康，向抗疫在前线的白衣天使致以万分的谢意，向您致敬。拜托大家一定爱听话，乖乖哈！我相信这个 virus 很快就会过去，光明就在前方。大家一起心连心，我们一起抗疫，我们一起为马来西亚加油！大家一起加油！我们一起加油，马来西亚加油 ！Let's stay at home， 大家一起加油！我们一起加油，马来西亚加油，大马加油，台湾加油，全世界的人类一起加油哦！